打击的是第六棒的许基宏。哇，这个球拉过来，在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一个弹跳之后打到了全垒打墙。哇，今天的许基宏啊，手感也是好。现在林根伟呢要通过二垒上到三垒，许基宏是上到二垒垒包，又是一支的长打。今天许基宏啊，第三、第四次的打击都是拉到了右外野方向形成长打。是，这个打得比较平，但是杀伤力很大。